空咒罗链与双刃安装教程。链条安装，链条一端带有安装柱，可插入链与双刃大剑尾部，链条另一端带有安装圆环，可使链与双刃小刀尾部打开并接入，注意小刀尾端比较脆弱。炼狱双刃是可合体的，在大剑联动关闭时插入即可。可将小刀用力插入握武器的手型，注意用力将其插入手型即可。拔出长杆后插入手型后即可。安装前先将左右手各两枚飞爪拔出，然后将手型替换成握剑手型，